校号称呢什么台北市尤其高职学校各个四大科目出来东南西北都是他都是他北到有以南考场南墙和西湖北台台湾考场学以前台北呢号称呢他当时少年管军队上面的有需要学以前的才可以四大二的老师，你年代蛮久了。除了他开班，这些开的几个班，大家不上。好，这些呢只是当人笑话听的，事实上呢，他有一些一些经历哈。好，知道这些呢，你在扮演这个是去思考，该告诉你就告诉你，啊，该可以省钱的方法你也告诉你，你要不要去怎么去做自己的表，啊，你要不要去缴费自己。我没办法帮你呢，是判断到底你是不是适合，就是说，哎，要不要缴费是没有，自己人生规划是靠自己的。对，老师，同学自己可以决定要跟不要嘛，是不是？你要不要缴费？哎，你有些人是可以符合的，就是不需要缴费的那个资格嘛。你可以，因为有些同学是符合那些规范，可以申请不用缴费。对对对对。那你要不要说，哎，我们把机会留到下一次，你自己来看。哦，一个人有三次机会，人一生。一生嘛。啊，老师，那我们同学是都要报名的，还是说那个有些可能不会报名？你都回答我跟你讲啊，你少过十几个人是不敢考试。啊？少于十个人不考。不干，所以我们也要超过十个人。对对对，没有十个人就不考。老师，那你这样到处没有办法考试的话，是我很重要。我来讲，我很乐意啊。好，我很乐意啊。老师，那你讲，我没有压力啊。老师要改的，你们考我会有压力啊，因为我有 credit 的压力啊。我知道，你凶他，但是最后改了，因为全国全考。啊。当然是最好是强迫考。强迫考是什么意思？哦，就一定要考，要强迫考。对，老师难怪有点矛盾。不会啊，你们考是第一个是为你自己，你们考试是为你自己，不是为考试，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好，来，我们就开始准备考试的事情了。你真的不好考。也有可能连三年都考不上，真的会这样子啊？因为他录取，因为每如果你每年都抽到，老师我们都是你，不是你要去要，所以是同样的题，也跟你不敢去上外国学校都考考试时间另外一个，你这个时间去练习啊，教的课学科证啊，因为呢从里面可以学到学科证、工业设计一些技巧，而且他有考试不是说。为了考试，考试里面用那个题目设计，我觉得就是说里面的组织的可以学习的技巧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可以考去了。然后我们再回到你，那你就下台去了。对对对对对。他是中部的劳动部，劳动部发展署中部的，我们这每个署，他算考试是中分署。好，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再讲一些新的观念。好，我们这个。